旅行者，欢迎来到娜塔。我叫马拉尼，有我这个向导带路，保证你能玩得开心。那是当然，我觉得你天生就是当向导的料。被你这么夸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不过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因为老马识途。所以还在等什么？快出发吧！别急，我之前找希特拉利算过，再过五分钟就是良辰吉时，到时候再出发。不用这么麻烦，这个给你。你给我罐头干嘛？因为开盖及时。在纳塔，人与龙和谐共处，他们不仅参与人们的生产生活，也是并肩作战的好伙伴。就比如是这回生之子的疾风龙。你笑什么？你想啊，他们不足人战斗之人是不是都会喊一声面带疾恨吗？哟，这不是马拉尼吗？是卡奇娜呀。你又在笑什么？感觉是赛诺在集齐牌组的时候会喊的台词。什么？卡奇娜？那要是没集齐呢？那他就是卡布奇诺。六，这里是寻梦人的部族，这是他们的伙伴蜜焰龙。你直接说吧。他肯定经常和其他龙打架，因为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会说我是你呀。那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说我是你吗？还可以。这是娜塔莎，有点意思。现在的我是沙琪玛。不错不错，我既是向导又是食品还是白毛，所以我是太萌精彩。嘿嘿，那最后就让我带你去我们的部族流泉之众吧。你们的特色也是龙吧？还有温泉。温泉一般吧。是混浴啊。混浴。你还在笑什么？没事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快出。原来是这么个混浴啊。哎，没事，至少这个动物还是蛮可爱。